阿弥陀佛，我听顶面大人讲，您为了过数的代志在烦恼，不瞒主持，三江南北。不然，正月初七，本地淮南这道赛李德禄上爷，拢会到龙兴寺供养经年。待我以龙兴寺的主持受书一封，安排诸位先去龙兴寺挂单。等候李相爷到位，您直接说明原委，请伊发放过数，助您早日前往天台山。太好了，有劳主持。师父啊，到位啊，到位啊！阿弥陀佛，家属有事还袂回来，伊有交代我，先带恁好好参观龙兴寺。来，加请，请。哦，哎呀，这龙兴寺。看起来十分开阔，果然如开元寺主持所讲的，是一处名山名寺呀。李相爷是出世的当家，以供养信众为何进化？李相爷尚未合村我申请的过数道店，唔知何时。才会有结果啊？应该是有其他的公务耽误。这间就是纪念当年鉴真大和尚前往日本弘法的鉴真堂。当年鉴真大和尚被前往日本弘扬护法一概论，但是渡海屡处失败，伊在灯牌琉璃之际。曾经在这休困，感情多，为啥大和尚啊？感情和尚。祖官大欢恭博心蓬团比心清定
而且有真侪人唔知影，大和尚以日本法华思想的开典，一面真亲嘛。危在大和尚。原来从天台法华传来日本的人，就是大和尚。嗯，正是呀、啊。所以最近文书才有机缘，在日本接触到地价大师的思想啦。起来，大和尚对于日本天台宗来讲，岂不是等同苏公祖的身份？无论如何定义，拢是值得咱万分感恩与效法的过程啊！说的是呀、啊。像咱立堂之行，也是多处纠结，艰难重重。但是，鉴证大和尚当年六处同道，才成功进入五国，足足是咱的两倍啊！一渡海之时，练术已过。想我虽是壮年，却是比刘体衰。不过，咱为着要弘扬经精神圆满的佛法，咱绝对都爱持持落去。是。圆莲，自从咱靠岸以来，体力好亲像。比以前搁较好啊！哦，我，你无感觉是？当年在山上的种种体力、懦衰之感，拢一切离空啊！无的确，是真正被立堂救法之术鼓励着。对了，雄万，雄万，师父，雄万，以后咱阁会救助真济书店监管，到时阵都爱整理一份清切，以免有所遗漏。师父，我有准备啊，迄顶面都有记载，每一人内底是啥物经书？好。太好了，以后也阁都爱请你多多帮忙啊！这是分数当为，为着将佛法早登去日本，我一定会追随师父。诸位法师的求法精神
我哈实在是非常感动。相信港井大和尚在天之灵，看到伊辛苦，带去日本的天台教化，如今已经为人成宗了，一定会非常欣慰呀。你又搁伫个土大亏了。也问我的人命，行匆匆，原来的情长。已经是五时了，战破丹心，李相爷两兄是泪用情林大人，主持无伫个，但是日本来的精灵已经来啊哦。听讲是一位青玉精，甲一位合文精啊。我是奉了相爷之命，来此传达相爷的意思。恁倒一位是阮人法师呢？禀请便是。你的杯相爷已经看过了，这是恁的贵寿道店。你会用的前往楚州、密州、定州等地啊。但并且出行前来的目的，就是想要上天台山。代州，是因为阮人法师地是青叶精，干那会当停留一年？上天台山至少要三年的时间，所以只有学问精会用得去。也欲入天台。上青天无门关，天地万载的尊盘，将主领我滚巴人。所以，咱必须爱分两路取经心。恐怕是如此啊！也当为求欢，来取经，因何爱恨难答应？是你足堪？
象征一盘公粮在中间。唔好怨人去天台山，除了内涵问题，敢有其他原因？是不是会当再验一次啊？我也讲不清楚原因，但是再严是无可能咯。总讲一句，人爱分两路，也是要固守在此地，就看恁的意思咯。当然是都要继续前进。素娘，咱出现的任务就是要上天台山，清洗这三十条有记录的条文。卡叔，我那是真正无法度成行。那安尼，这个重责大任，就要交在你的心上。做怕啥？我看楚州、定州有何可拜访的事宜古精？好，就先安尼，请两位法师今日两早休困，明日就快快起行吧。明日是。相爷有交代，明日就要离开，也若无，相爷就要收回过数道店。好，我明日就离开。好，那呢，我就先告辞了。Thank you.
今生原在要上天台山啊，也我我唔知要好去好去，看来我只能随顺姻缘了。心头欢定嘛，现在咱人地情疏，不知该如何是好啊！我是敬文，我来自天台山。你来自天台山？哎，这我小鬼，这感谢众师相救。众位法师，请随我去法华院吧。法华院正是天台宗的寺院啊。